电视中那些尿性十足的穿帮画面，导演在考验观众视力嘛。这个妹子躺在床上玩手机，很明显你的手机拿反了呀。导演当时居然没看出来。大家都知道赵丽颖的不仅长得漂亮，演技也很好，但是有时候再好的演技却被猪一样的队友给毁了。这个上身赤膊的男子是在干啥呢？古代有船是不假，难道在古代已经有车轮子了吗？绑在船上的两个车轮胎，导演能不能解释一下用意何在？西游记孙悟空去骗铁扇的芭蕉扇，小编看到这个芭蕉扇差点笑出声来，被大圣也扛断了。皇上跟爱妃正在亲热，这时候龙榻上居然躺着个男人，你就不怕皇上一怒之下砍了你的脑袋吗？这穿帮也太明显了吧。